狗皮药膏一片，真的是我们多少人的回忆，一块钱。今天的人，古早味糖果，很多糖果都已经绝种了，让你来看看什么味道，怎么吃，又或者是什么双层派布丁，好香啊。感觉色素很多哎。小朋友吃果冻不要一口吃哦。对，慢慢咬。爸爸要看着他一口吃。对。啊，来，它这是一种糖果粉，然后你把它倒进嘴巴里面吃。你不要倒太多，好，一点点就好。怎么了？怎么？你刚出外甥了？你吃了会变成汽水，你知道什么吗？因为你美。弹舌，我觉得还不错。噔噔噔噔。哦，童年回忆。这个呢，很特别。橡皮糖。它是橡皮糖。那你怎么吃？看它的吃法。你边吃，然后我边在旁边正确的吃一点。你看你的好吧。快成功了。你加油。很萌哎，它的这味道都不会改变的哦。非常爱吃这个，因为它好橘色。对，因为它一个一块钱。嗯，这好吃不是在重点，是重点是乐趣。对，就是这个乐趣，好吃吗？来，什么口感？来，跟他说一下。有汽水的味道。有汽水的味道，可乐。它就像可乐味道，太特别了。这个是超出我那个年代了，这个时候我还没有出生。它叫做面茶粉，就是有那个煮开水，然后滚的声音，然后下去呢，你就给它买。可是这很容易被呛到吧？就是小朋友很被呛到过吗？小时候它是已经帮你弄好了。你知道两个故事？这个面茶粉以前我们吃的都是已经煮好的，就糊的，然后大概有点像那种花生的那个颜色。等一下，他还在抱怨说为什么以前的人要吃这种东西？怎么说？这么说，成功，是那个味道吗？是那个味道，但是没有，我觉得应该加水吧。没有，这个好像是不加水的，因为很呛鼻耶。给你喝一口，小小喝，小小喝哦，不要去看大口，因为它会直接呛到。怎么样？好喝。它就是糖粉浆，以前我们是加水，对不对？你有吃过吗？在家里楼下。可是这米给真的很浓，以前的人吃东西真的蛮高纲的，你看。对，就很有创意。你觉得怎么样？只要有甜就可以。以前的糖果跟现在糖果差在哪？现在的比较快就可以吃。太难了。太甜。要吃甜的人。下次我保证你天天吃。我愿意。你干嘛？你干嘛吃玩具？你觉得有加分吗？对你来说怎么样？对你来说啊？有加分。你吃什么糖果没加分？这个男生以前一定他知道是什么。看后面的时候，我拿上说怎么会有药？怎么拿出来吃？那你开一个，你开一个我吃。撕开，这样子，从后面以前是哦，这个好吃哎，从后面推。好吃哦，它那味道，好不错，好吃。这不能吃啊！心心糖，不知道大家小时候有吃过这个。哦，小时候好像有吃过这个，半罐去啊！七月不能吃的，没办法，就吃起来直接吹口哨。这是我来吃班长，这种太甜的我就不吃了。为什么？干嘛？就是坏掉啊！化学味是不是？还有泡面味。巧克力啊，这个呢？切割的吗？对，其实它本身是个
糖果，这是我可以偷吃过、啊。我刚吃在前面那些，我已经失去味觉了。这个已经酸甜姜生冰，哦，真好吃，这个我很爱。这我没吃过哎，这我也是第一次吃。嗯，这要先撕开吧。撕开。撕开，然后呢？这很像那个去中药行抓中药的那种。哎，果皮药膏一片。这很好吃，好不好？哎，这个真的是我们多少人的回忆。哎，这酸酸的味道。啊，我没有吃过、那个酸梅。嗯，还不错，好吃哎，有点像是，对，你晕车的时候啊，就赶快拿一片回去。真的？嗯，这是什么？我以前都会买啊，就是一根啊，然后它有点像是，你是真的转开了，转开了，我以为是鸟，还咬了。你看，怎样？有感冒药水味道吗？嗯，这是果冻。好，哇，汤哥少了，吃啊，怎样？啊，你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巧克力呀！我想到非常想吃的，好可爱哟、哦！嗯，好吃，巧克力，可以的，不错，可以的。我们小时候的开法是怎样？这个它会附这个嘛，对不对？没有，也不会附。然后打下去。排出你心目中的排名，告诉大家你觉得怎么样？来，第一名是什么？第一名是这个。Rinpa。为什么？为什么第一名是这个？哎，你为什么第一名是这个？因为好玩哟。好玩又好吃。第二名，布丁。布丁为什么？好吃。好吃，哎，布丁口味真的不错。第三名是这个。越开 trouble 越多。这个。哈哈哈哈哈！这是杀人武器耶。请订阅、按赞、分享 TVBS News 频道，要开启小铃铛哦。还有，下载 TVBS 新闻手机 App，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。